解了之后，奔跑的平行线中，从来没这么想过，竟然会交叠双手。哦，地下道的邂逅，一眼看穿的心动，你我之间的悸动不曾停止过转动。想着你，就像美味的想念，一再的呼吸，慢慢的想。依旧清晰不变，烟火下的承诺结束之前，不愿再回牵着手的情节，那些后悔的画面在眼前，提醒着谁掉泪。我背你，背我，我说过我永远不会丢下你一个人。夏一欢，你好吗？依旧清晰不变，弹奏着我们熟悉的音符，不愿这未完结故事落幕，那些甜蜜的画面在眼前，提醒着谁泪滴了。没有我会比较快乐吧，不用担心这会失去吧，我会尝试生活，带着寂寞陪伴着走开。没想到你是一台这么有感情的车子。哎，朱先生。伯母好。哎，你还带你回去产检了？是啊，伯母。伯母好久不见，最近好吗？我很好。我听夏德说我们家乙欢做菜给你吃啊，有没有很难吃？不会啦，乙欢做的菜虽然清淡了一点，但对身体好，多亏了他的照顾我才好得那么快。哎，我帮你提。你们在聊什么？没有啦，你上次明明就不是这样讲的啊。我做菜什么样我家人都一清二楚。先生，你呀、啊、要老实的告诉他，他做菜到底好不好吃。哎呦，我在进步了啦，对不对？我们时间差不多，我先走吧。对，时间差不多了，看医生都可以迟到嘞。我说话。哎呦，好了，东西给我。我拿就好，我拿就好，慢走，小心走了。干什么？请你马上离开了。我再跟你讲话，你听到了没有？离开！哎，妈，走开！妈，你不要这样啦！宇欢，我想跟你谈一谈，关于我们，还有我们的宝宝。你现在想谈啊？宇欢当初想找你谈的时候，你人在哪？陆大哥。
这是我跟以欢之间的事，必须我们两个自己解决。我希望你或其他人暂时先不要插手。谈？你还有什么好谈的？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最没有资格谈的人就是你。你知道陆先生这阵子是怎么照顾我们家以欢的吗？陆先生，以后麻烦你不要让这个人接近我们家以欢半步。你要是再看到他的话，就把他当蟑螂一样的赶走，就像小智子一样。不，别冲动！不要打我了！等一下啦，我可以跟他谈。以欢，你要跟他谈什么啊？走，去别的地方谈吧。以欢。这个公园我来过，我看过你在这里跟宝宝说话。宝宝好吗？宝宝很好，不需要担心。那你呢？你好吗？我很好。跟陆大哥在一起了吗？对不起，我知道我没有资格问这个问题。我这次回来是为了你。我想弥补我之前为你做的一切。这一阵子我沉淀了自己，也想了很多。在日本我彻底认清了自己的盲点，我太自大，太不切实际，所以我努力地改变自己，也受到了安藤大师的青睐。他们提供给我非常优渥的待遇，希望我长居在日本工作。但是当我一切都安顿好之后，一个人住在公司提供的房子里，我知道我最想念的还是你。我也知道，我这趟再回日本，两三年内是不会回来的。所以，你愿不愿意给我一个机会，和我一起到日本？我们一家三口，一起在日本重新开始。我知道你把宝宝取名叫夏雨欣，我也记得上一次你在这里告诉他天空是什么颜色，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好羞愧。我竟然为了那点可笑的尊严，而把陪伴了我八年，在我最困顿的时候，陪在我身边为我加油打气，最珍贵的感情被推开。那个时候的我根本没有脸见你。所以我决定，
我要重新开始，安安分分，脚踏实地的打拼，为我最爱的两个人建立一个最安稳的家。答应我，跟我一起到日本重新开始，我保证，我绝对不会再让你流一滴泪，好吗？后悔经历过这一切，可是发生过的事情是绝对不可能忘记的。那一场梦已经醒了，是因为陆正阳。陆大哥没有关系，是我自己已经长大了，在我的世界里面是没有永恒的爱情的。我希望和你的回忆就停留在现在。这一路走来，我们都成长了不少，现在是最美好的时刻。未来的日子里面，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更坚强，因为我是下一期的妈妈。可是一心也是我的孩子，就算你不爱我，但可以让我照顾你了吗？没有必要为了这个理由把我们两个绑在一起啊。自己的梦想，我希望自己去追寻，不要再顾虑我，不用照顾我，最重要的是你不用再感到抱歉了，因为我有我未来的人生蓝图，里面已经有你了。不然我去找找看啊。以欢，以欢，怎么样？没事啦，现在来不来得及去医院呢？你怎么去了那么久啦？没事啦，你不要紧张，我们来去医院吧。哎呦，医院来得及啦！你先告诉我你们到底聊什么嘛？我们没聊什么，他只是关心我一下，老朋友嘛。好了，我们先去医院了。车子里面是叔叔在开车，然后旁边有大马路，有很多很多的商店，
还有很多很高很高的树。李欢，亨多大哥，你有什么事可以直接跟我说啊？上次你不是问我愿不愿意跟你用一种互相陪伴、互相照顾的感情，可以维系一辈子，就好像家人一样。嗯，可是你那时候好像没有回答我耶。跟你是任何可以是任何一种关系，只要你是快乐的、开心的。等下到了会场，要先把大会提供的水、厨具、调味料通通换掉。我已经吩咐文祥了，任何东西都要用自己的。爸，这场比赛对手是青佑，你这么提防他做什么？当然要提防啊。青佑他不可能对我们的东西动手脚，他不是这种人。你怎么？这样简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嘛！你懂什么？这场决赛我们没有输的本钱。夏青佑他曾经是你的助手，也是你的员工。万一一个不小心我们输了，那可是奇耻大辱。爸，我答应过你会认真比赛，全力求胜。但你无端怀疑对手，是对青佑人格的污蔑。青佑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，我只知道他都是用最认真的厨艺去面对每一场比赛。哼，这我可不确定。至少我们要确定我们有没有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吧。爸，我答应你会认真全力以赴，请你就不要再担心了好吗？
常年，塔卡，常年，好久不见，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再一会儿比赛，好好加油。不如你，更不如你的是，你竟然能把儿子调教成一个有品格、有才华、懂得用心灵去做料理的好厨师。我从他和青佑的身上看见了咱们哥仨当年一块经营哈娜的光景。希望经过今天的比赛之后，大伙不再有嫌隙，好好的和解。哦，原来你们一直都背着我在联络啊！哼，所以这道龙虾料理是你在怂恿在宇来跟我学的。我还在想呢，怎么会这么巧？刚好在宇就想到要做龙虾料理，哼，搞了半天。是你在召集我，常年，这么长一段时间都过去了，你怎么还一个样？把所有的事都想成是斗争。我拼的最后一口气还在，就是希望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有个圆满的结局，不用动那么大的肝火，没人要害你。圆满结局，没人害我，你们都是帮着下场的，你们都是冲着我来的。你们都想看见哈娜输。黛玉，不要被他们给诓了，我们要捍卫这个比赛的公平。爸，你口口声声说大家要害你，但是给青佑下药害他失去味觉的人就是你。到此为止，和解吧。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险恶。你对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青佑失去味觉，这场比赛不公平。你一直说要公平公平，好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吃下武功本才叫公平。你干什么？再远，不可以。再远，再远，你不可以。再远，我辛辛苦苦栽培你20多年，你就这样回报我？你，我只想追求公平。赛真的好刺激哦！香，你觉得谁会赢？是谁赢我都不知道，高兴还是难过。我希望料理长赢啊，但是我也希望青佑可以赢。好，我们两边都一起加油。好，加加。有位置哦，请往这边请。啊，吴阿姨。好，有位置哦。青佑不晓得准备怎么样。哎呀，他很努力，放心，没问题的。只是不晓得他的味觉恢复了没有。
早上他有打电话告诉我，说他喝了果汁，又像白开水一样，完全没有味道。到底该怎么办？哎，不到这节骨眼了，且战且走吧。你好，位置在这里哦，请往里面。哎，姐。李焕，李焕，嗨。李焕，爸爸妈妈还没有来啊？哦，他们晚点才会到。哦，你们很早就来了吗？后来啊，可是要肚子啊。这两个孩子了，身上背负着上一代的重担。各位，万众瞩目的 BCSC 总决赛即将开始。今年进入决赛的两支队伍，首先是我们哈娜队，而另一队是我们的龙吉巴队。一个是老字号的铁板烧餐厅，而另一个是平价热炒店，这样的对决实在是话题性十足。而且两队居然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同样的主题——龙虾。现在我正式宣布，比赛开始。现在比赛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，不过我们要请问一下副料理长，怎么会不约而同使用龙虾来做料理？你们事先沟通过吗？我会选择龙虾，是想要表现一道我父亲的独门料理。是，这是您的原因。好，接下来问一下我们的夏主厨，请问一下，怎么会这么巧合，你们也使用龙虾做主食材？原因是？龙虾是因为它对我爸很有纪念价值，所以我想要做这道料理来怀念我爸。是，听起来这是冥冥之中注定，难怪这场比赛吸引这么多观众的目光。因为夏清佑跟傅在宇两个人不只是师徒跟恋人的关系，而且刚刚听得出来，他们的料理对决还可以追溯到上一代。各位，这么有话题性的比赛，怎么能够错过呢？施出善意跟他和解，可是他的态度，这件事咱们都尽力了，其他的就交给两个孩子吧，咱们得相信他们会做到。Thank you.
心啦，我在家有把黄金比例强记下来，有这个就没问题了。你先帮我交钱。调好了，请尝一下。吴江，龙虾你先看着一下。吴江，你来尝一尝，看味道怎么样。不太一样，好像太过柔和，少了呛辣感，香气有些偏调，没有余味在舌尖晕开的感觉。是这样的，那就是胡椒少加了，再多加点胡椒。廖队长，不可能，这场比赛不管怎么样都要继续下去。真的没事吗？你看起来气色不太好哎。是啊，你要不要休息一下？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手而已。快，继续动作，继续动作，快！怎么了？加入过来。
不知道你怎么了，你有吗？你跑过来干嘛？今晚吃你的料理啊？你都倒下了，我还怪什么料理啊？你忘了这份料理是为了我们的将来吗？答应我，一定要完成。三云，三云，我儿子状况怎么样？常年，三云怎么了？就是你，你要害死我儿子是不是？你在蜈蚣粉里到底加了什么毒？没加毒，跟秦佑吃的是一样的。那他怎么心脏病发了？而且吃了药也没用。是什么？在于心脏病，对，他有先天性的心脏病。哎呀，糟了！这蜈蚣粉的成分对心脏病的患者是非常不利的。大宇，大宇，你要撑着点啊！要撑着点。不好意思。虽然现在这个状况，但是我还是要请问一下夏清佑小姐还有汉娜队两位队员，你们还要继续比赛吗？三云，你一定要撑着啊！三云，我们现在就送你到医院去。廖旅长怎么会忽然昏倒啊？廖旅长平常都很健康啊。哎呦，下面的廖旅长怎么办？伟琛，我想汉娜加油，汉娜加油，加油，汉娜加油，伟琛，廖子，你要稳住，稳住，恭喜吧，100分哦，姐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文祥，你怎么在发呆啊？廖院长不舒服，叫我接手的时候已经太晚了。其实龙虾肉已经过熟了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没有关系，之前廖院长不在，都是你扛的，这次你一定可以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千万不能辜负廖院长，我从头来过。珍珍，你要认真一点呢。这道料理还少一位，
所以这个下头料理不算完成。那怎么样才算完成呢？你要炒饭？拜托你们一定要救救他！拜托拜托，快快把他开进去！雨欣，在雨。雨欣，大哥，你一定要救救在雨，你一定要救在雨。不用担心，我一定会进去救他。万岁，拜托了。在等待。